2, 3, 0.有人吗？64强赛不是刚刚结束，大家还在休赛期呢，怎么我又手握方向盘上赛车了？哎，我刚才不是在和小橘子他们开派对庆祝来着，怎么又手握在方向盘上了？话说这不是沉睡森林吗？我身边的人怎么是那些街头组的车手们？怎么都一动不动的？欢迎来到幽暗之梦境，而这些人只是这梦境中的影子罢了。你是谁？我怎么感觉头好疼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我要对你做什么，而是你自己触碰了那禁忌的深渊。想要从这里出去，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连个观众都没有。哎，你是？嗨，旁边这位朋友，要不要一起比试下谁更快？虽然你肯定比不过我。白永泰，你也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我的名声是不是太大了，连素未谋面的人都记得？好啊，刚才你还厚颜无耻地对我说离小橘子远点之类的风话呢。看你是糊涂了吧，我一直在这里练车呢。还有小橘子是什么东西，能吃吗？哎，没救了。哎，我说别急着轰油门啊。
等等我，白永泰，你这家伙！赛道，好歹也给我吃点东西吧。可恶，这是梦境，吃不吃东西都一样。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撑不久了。你大哥，快帮我停止这个噩梦吧！我把我的3D 刺客送给你，还有一堆改装材料和点券什么的。我这里想要什么车就有什么车，你那点东西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又了。
奇怪了，难道你真的会像他一样打通机关拿到那本日记不成？啊，日记？难道是车王日记？说给你听也不怕，打通机关不仅能摆脱梦境，还能拿到车王日记的彩页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我就是这梦境的看门人，你可以叫我……我别管那么多了，梦境给了你下一次挑战的目标，赶紧去吧。洗碗之类的活都给我干。这话听上去像是我妹妹会说的话。我有妹妹吗？头好痛。话说马特你一直带着不走，怎么可能见到小橘子？
呢？我的妹妹小橘子，那本车亡日记，我不该让她知道的，她还那么小。啊，又消失了。That guy. I'm using that car. Huh? 30 meters. I didn't see you moving.你居然连续解放了两个影子，看来传说是真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出现一名车王级别的人物进入到梦境中。一旦他能出去，这个人就会重建一个全新的赛车时代。我仿佛还没那么大的能耐。再说，影子消失后会到哪儿去？据说这影子会回到主人的脑袋中，成为记忆的一部分，成为所谓的既视感。啊，真羡慕那些能逃掉的家伙。那要不我连你也解放了？别瞎说了，我可是你的敌人。快准备下一场比赛吧。在这个梦境中也是不认识我的。哎，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些什么。这条赛道只有白永泰才能超过我，差点把你认作他了。啊，白永泰。不要，我不要想起来这个家伙，他太坏了。他曾经还想偷走爸爸留下来的那辆车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我怕输。啊，我头好痛，好痛啊。
Damn, this black guy.连小橘子的影子都被你解放了，简直难以理解。看来要提高难度了。我已经连续过了五关，难道还怕着后面的考验不成？那么就让你见识下真正的实力吧，可别怪我，是梦境决定了你对战的难度。Yes, I need to versus. Enemy 发现，开始肃清。
接受比赛，请选择一；不接受，请选择二。二二，我选二。比赛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六、五。我明明选的二啊，这谁写的代码啊？级别指令解除运转，总算可以走了。喂，你醒醒！看来只能把你敲醒了。好疼啊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空间开始坍塌了，赶紧走！看来你总算摆脱了刚才疯疯癫癫的受控状态。哎。话说我的奖励呢？奖励？你说的是车王日记的残页吧？我知道有几页放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我的身体在医院里躺着。你必须找到我。我姐姐是流火王国的车队成员，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，名字叫做……喂，别说到一半就消失好吗？拜托，全世界那么多红头发的女孩子，我去哪里找？不管了，如果睡醒以后还记得这一切，一定要原封不动地告诉小橘子才行。挑战成功！哇哦，OK。